战友们好，我们现在是中央火车站，然后我们今天是第十七天抗议，我们来到了虎恒律师事务所的大楼的入口处。然后我们的英文战友们的坚持，然后对 Look 产生了不小的打击，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，坚持九十天，我们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。